衣服脱光你，多猖狂啊！骂他淫贼，把那美女放下呀！你还要站在这里吗？没事，站在这里。在你的身后，这边有个能不能很好听哦，铁柱堂唱的。Say that you love me。之前的铃声，哇塞，我超喜欢这首歌，我现在手机里面还有这首歌。你眼中有多么笨拙的我，绝不放弃追逐你的执着，只要你能够妥协为我，一个笑或点头选起手，能再靠近一点点，再能有些说你所有感觉。放真人不太好吧？啊？放真人在上面没关系。放什么啊？放什么？就是说，这是我国内的美女。国内的女朋友哈。我也会藏着感谢，笑着和你说再见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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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走了，让我们的人又了。我待会儿都把自己肖像放上去，你怕什么？有本事就把我招上去，咋了？哦，来了。谁的错了你？谁的错了？如果这样都能研究出来，那就高手了。哎呀，研究到你了！这一定会中枪的嘛！要不给一个你，挡住我的脸！别遮住你的眼睛就可以。这个是配那个电视剧，超可爱的，觉得林依晨好可爱。当时林依晨凭借这部剧红的一塌糊涂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好多，我记得当时他们去做那个宣传的时候，下面站满了各种各样的男生，然后就对着上面讲：“林依晨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”他们就瘦了。